会错失一些东西的，就是你每个地方都要去一下。这里也住着一位以前曾是召唤师的大人哦。诶，是朵娜吗？朵娜吗？在这里走的时候最好小一些，小心一点哦，会有东西掉下来，是工地哦。去寺院吗？还是别去比较好哦。为什么？在战争哦，你们。你们在战争哦，才短短两年，激励卡就变了，变了。Yuna 大人也一样呢，Yuna 大人也变了。我们上去看一下啦，这里好复杂哦，看地图小地图就觉得这里好复杂。野捧那些人没帮什么忙，青年同盟却帮忙重建激励卡，然后所以你也是同盟的人。青年同盟这个小屁孩在那边跳来跳去，来玩幻光球猎人的游戏吧，姐姐当路布兰一行人。路布兰，路布兰也很有名是不是？哎，有宝箱啊，找到了，光之帘幕都要去才叫旅行。对啊，到处都要走走走。喂，走上面，这里哎，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为什么看了一下这里？呜、哦，多娜，真的有多爱？啊啦！你们要结婚了吗？そうね。わかったわ。多娜，出て行ってちょうだい。你们吵架了？哦，多娜，你怎么只会讲这两句了？多娜不开心了，花心下面歹机。瑞克刚刚就被这样撞了一下，瑞克，你刚刚就这样被撞了一下，啊，他跑掉了，他大叫一声跑出去了，看一下啦，看一下朵娜有什么剧情。好的，久しぶりね。久しぶりね。こんにちは。バルテロどうしたの？对啊。別に、よくある話よ。你惹到他了。私は青年同盟派、バルテロは新英本党派。你们两个竟然不同盟哦！一緒に暮らすのは難しいわ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別れちゃうんだ。ずっと一緒だったのに。对呀、啊，我以为你们要结婚呢。そういうこと、ほっといて。别管我们，他叫我们别管他，就是要我们要管他的意思。这就是傲娇的表现啊！我们来跟他多聊天。多聊天啊，欸，他真的不理我、哦。这跟你没关系。够了，别管我们。真难缠。够了，别管我们。这跟你没关系，别管我们。别管我们。欸，他真的很傲娇欸，傲娇的表现发挥到淋漓尽致。我们上他的家楼上看看。噔噔噔。哎呦，他家楼上竟然有宝箱。哦，1500G，太神奇了！你家楼上竟然有宝箱，被我发现了哦！我从你家楼上偷了一点钱走了，都呢，然后就跑掉了。来啦，看一下啦，他们明明就在一起，而且他们真的很强欸，我不得不说，朵娜其实是一个很强的召唤师，他只是动作比我们慢。如果他动作走得比我们快，那他就可以拿到大召唤术，那他就会打倒型。他也有走到那里耶，不要小看朵拉，好不好？他也有走到最后 Yuna 雷西卡那里，所以实力很坚强。不过再怎么坚强，而且他们两个人就走到那里耶，我不得不说很强，因为有那个检查哨都没有办法去寺院了。检查哨，跟这个人讲话看看，这两个人，喂，虽然已经没有什么没有野捧的教义了，但不在寺院参拜就无法安心，果然信仰难以改变。现在就算去寺院参拜也没有什么作用啊。有些人就是习惯去，哎，这里又有宝箱，哎，这里有记者，哎。
偷偷跟你说，基地卡岛某个地方有的了不得的幻光球哦。了不得的幻光球在哪里？多亏了召唤师大人打败了行，我们才能够安心航海。我们先偷开宝箱，哎，宝箱竟然就放在这，月之帘幕。哎，又拿抢镜头了。在这边建设的是青年同盟的基地，你就在那边，你看看嘛。好，我看，让我看，让我瞧瞧。哎呦，能不能快点完成呢？这是青年同盟的基地耶。好酷哦，他们在这边建设青年同盟基地耶。一棵大树上，本船由青年同盟管理，往来总部与各地。再跟你讲一次话。哎呦，青年同盟的基地我看过了，不用。我已经看过了。等一下，这个门有没有东西？门进得去吗？不行。好啦好啦，走啦走啦走啦，去那个啦，去找朵拉啦。朵拉叫了一声，多娜，然后就走掉了。宝箱还是要开宝箱，不能因为不能因为这样就放弃开宝箱。这里还有基地卡港怎么这么多宝箱啊？宝箱都放在地上，随便人家开的。然后也没人开，只有我会开，很有趣啊！他们都喜欢把宝物放在路上，基地卡港人在城镇的复兴工作，同盟准备的马，其他帮了不少忙。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。走上来，搞不好还有东西耶。噔噔噔。我觉得那个放在很明显地方的宝箱其实东西都不是很好。是不是这么说？禁止进入，现在禁止进入。那我们要怎么去找，怎么找那个布朗布什么的，布什么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他的护卫，怎么办？这座城镇比被行破坏之前还要繁荣了呢。那要怎么进去？有小路吗？怎么办？我进不去了啦。可能要有其他办法的时候才能进去。他叫我们先别管他，那我们也只能不管他了。进不去啊，进不去啊。走吧，我也没办法。进不去我也能怎样？屁孩还在跳。喂，我回来了。我能不能走到对面去啊？我走看看好了，这里好像有一条细细的小路。哦，通到上面来，然后可以借由上面走到对面去。刚刚我没走到对面嘛？这个人是什么？跟你讲话，有没有看到我的女儿？赶快回家吃饭喽！跑去哪里了？有没有看到我女儿？没有，你的女儿叫什么名字也不跟我讲。NPC 是不是？这里有宝箱，果然有绕过来是对的。两个解毒药。走到对面来 ，Donna， 我们没有办法跟你讲话，没有办法帮你完成任务，我们只能来开宝箱而已。这一代已经没有召唤兽，史皮拉已经没有召唤兽了。这一代，所以这一代没有召唤兽，有的只有那个了，有的换装系统，幻光球，凤凰尾巴，看一下，跟你讲话。他们要在那个大珊瑚上建造青年同盟，原来那个是珊瑚哦。不也是树嘞？男朋友就在那边工作哦。好像很神哎！城镇越变越大，让人很兴奋呢。我很快就要去那边工作了。盖基地是不错了嘛，但能不能偶尔出海捕一下鱼呢？所以你一直在现在出海捕鱼的都是老人家。有问题喽，有问题哦。盖基地是不错，偶尔要捕鱼啊，对啊，说得好，老人家说的话要听一下，好不好？猴子好可爱哦，小猴子好可爱，妈妈会不会买给我？妈妈是找你吃饭那一个妈妈吗？不晓得猴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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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家在哪里？猴子，猴子，猴子，
有欸有欸有剧情欸，等一下他会不会把猴子给我，他的名字叫做 NPC， 真的还假的还知道名字哦，这是我在岛上的森林放箭呢，在这个岛上很少见吧，猴子欸，小猴子被称为血居猴，胆子很小却会躲在巢穴内，所以叫做巢居猴，你们也要逮我巢居猴哦，欸，回家吃饭啊，如果在森林内看到巢居猴要跟我说，现在你找到巢居猴共有灵芝，抓猴任务，这里竟然有抓猴任务欸，抓猴任务，太好笑了，俩搞来了，这里有东西吗？没有，好了，回去了，回宦官船上，我现在没有办法进去那个啊，进去星爷棚当里面，拜托，我是 Yuna 欸，你们看到我是 Yuna 不会让开哦，我可是前大召唤是 Yuna 欸，看到前大召唤是 Yuna 拜访还不让开，哦，真的是。好啦，可能是故事等级还不够，所以进不去。等到我们有更高的故事等级的时候，就可以进去了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跟狗狗讲话，嗡嗡嗡，嗡嗡嗡。好啦，走啦，坐晃光船回去了。哎，不是啊，坐飞空艇。我觉得不会啊，我觉得还好欸，没有很丑啊，还是一样，有着帅气的脸庞。噔噔噔噔噔噔，绿哥跟在我后面了，我们去下一个地方了。啊，好啦，是，哦，好，噔噔噔，哎，比赛的激励卡岛我们去过了，我们去加入。加入就是Yuna 演唱会的真相，加入是史皮拉最大的娱乐城市，出现在挤满竞技场的人们前的 Yuna 是 Yuna， 整场演唱会的来龙去脉即将揭晓，哎呦呦呦 Mission Start 整场演唱会的差的比较好看，我也是这么觉得啊，可是我觉得差之二也没有这么难看啊。来了，那个演唱会的秘密出现了。那个假 Yuna 办的演唱会，一开始的动画就是这样。鸣人欸，我们被包围了。Yuna 様，コンサート最高でした。演唱会太棒了，不是我唱的、啊。サインして、サイン。签名欸。Yuna 会不会觉得？並んで、並んで。Yuna 你都不会觉得啊，又不是我在唱，不是我在唱。偽物でした。なんて言いにくいんだよね。很难开口说那是个冒牌货。事件のきっかけはリザルトプレート。效果配置盘的效果。ドレスの力を引き出すすごいアイテムなんだけど。哎呦，真的有任务欸 ！Mission Start， 演唱会的真相。加入举办了一场冒牌 Yuna 的演唱会，让我们回顾这段期间 Yuna 在这段期间做了什么，那次事件背后的种种即将揭晓，完成条件回顾演唱会的来龙去脉，哦哟哟哟哟，秘辛斯大洞啊，不要批评我家 Yuna 哦，Yuna 就是如此美丽漂亮，好不好？不容许你们批评，你们可以不苟同。我们要看看，哎呦，冒牌货，回顾整场来龙去脉。正在回顾中，这就是 Yuna， 真正的 Yuna 初次登场，一开始登场是冒牌 Yuna。
哎呦呦，他穿着蒙古礼服。